27年始终如一，来者是客，不收钱只收旗。桃园樟脑网27年来坚持在龙岗自办升旗典礼，不收钱只收旗，单纯希望国人不分党派，爱国家爱国旗，自诩只要身体健康就一直办下去。热心民众支持樟脑网，一一排队合照，加油打气。国庆日嘛，然后小朋友刚好上国小，然后就让他们体会一下那个升旗呀、啊、的那个氛围。烈忠廉，一生供给国家，贡献国家，鲜血流干一滴血在战场。孩子出生，然后所以比较想带他来认识一下国旗跟国家这样子。我也想跟他讲一些，可是我觉得我讲的没有我父亲那么好，对啊，所以我刚刚也才在跟我太太说，我觉得这个场合应该是爷爷带他来会更有感觉在。第二次来，想说带小朋友来看一下那个国庆日，来看一下国旗，对啊，旗海漂亮的样子，有爱国的观念啊，带小朋友来啊，国好多国旗，国旗开心。双十节快乐！今天是特地带爸爸妈妈过来看的。那平常国庆日已经感觉没有这么有气氛。那今天看到这么多的国旗，真的很感动。对，快要90岁了。那我们这样刚刚真的很希望可以拿着国旗，然后就站着在这里，祝欢庆我们的中华民国的生日，让我们中华民国万万岁！我们从台北，希望加油，中华民国加油！有台独，不要有台独了。主席，孙文学说：“民有、民治、民享，重回在你我心中。”孙文学说：“张亚中校长也来国旗屋参加升旗典礼，现场有购书、签名活动，热情民众有秩序的排队与等待。”站着排队近1个钟头，校长也一一为民众拍照签名，为了是一睹校长平易近人、学者风范，热情的签名签书，加油打气，何以留念？有梦想，年轻人就愿意追随；有理想，年轻人就愿意抱负。所以，把国民党打造成一个有理念的、受人尊敬的政党，年轻人自然就会参加了。上车临行前，民众拍手鼓掌，加油告别，谢谢，一致期待中华民国会更好。对，好，两岸和平，两岸和平，祝两岸和平，经济繁荣，救国救民。好了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啊，好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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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加油，还有请求啊，加油，加油，真的加油。新生活一起来，手机传简讯，保持社交距离。历史是面镜子，我们只是短暂过客。小小百姓只希望平安过日子，小孩健康长大，遇到危机保卫家园，因为有国才有家。双十节快乐！公民记者麦登峰为您报道。